家人们，咱就是说，大哥德真的是上分如喝水，妥妥踢零卡组，可能我的运气比较好吧，哈哈。真的推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大哥德。接着我们看看三场暴打其他卡组的对战，对面是亡灵树，看看谁更糊。前期有跳费，很 nice。我们有律师可以沉默掉，探底看看有没有律师。自信探底找律师，这就是大哥德的羁绊。带太阳井是新的尝试，比七费地标靠谱多了。解不掉就 GG 了。塔迪乌斯一脚入魂，这次到我暴打黄 DK 了。来一个死亡之花就完美了。这么急就把刀砍了，真的来了，这就是大哥德的羁绊。不着急下，死亡之花配合迷宫更好。
再来，自信找律师。家人们知道为啥上分如喝水了吧？哈哈哈。来个塔迪乌斯超展开，皇帝可以变皇弟弟了。最后一局对战，写 DK。巫妖王，万物都将在死亡中沉浮。Cenaris 指引我走向胜利。迷宫都到手了，就差你了，死亡之花。水晶很多了，这里滋养抽牌更好。我就不信不出塔迪乌斯，看来了吧。对面六费空场，我九费都大哥，大哥得现状。我绝不臣服。把我塔迪乌斯偷了。这里叶师傅是弟弟，不要撞女王了。下回合点狱长了，对面怪都是浮云。
挣扎，我特别兴奋。一贯堡垒坚不可摧。我的鲜血献给巫妖王。现在回头，死得痛快。多少血都像纸糊一样。家人们需要大哥德卡组的，私信我发给你哈。祝大家开荒顺利，月月传说。